这是什么挑战者？胜利只能是我的，绝对不会输，也绝对不能输。来了，你的剑位也是奇奇怪怪啊！哎，你这R是什么呀？叶璇。 巧合吗？还是好了，我的招式都被看穿了，不，这一定是巧合。刚才是郑远步，没错吧？这人到底是谁？高手。 算准了攻击的判定距离。这是程远步。 不行不行，这样下去我会输。冬梅怎么还不反击啊？急死我了！谨慎一些也好。什么？没有机会。没有机会。 出去了！白痴，这个时候出连突刺，不是找死吗？你！军中穿心。 看着我的手啊！啊！影响天吧！快躲！过！啊！是谁在比赛台上？